是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，左边牵着手，右手拉小狗，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斜杠啦，斜杠。我平常唱台语嘛，对，很凶嘛，很有力嘛，很 otoko 嘛。好，今天就来一个不一样哦，要够新哦，还有年轻人流行的，真的要来一首。把咔嚓洗干净了呀，那干净了呀！哎呦，来来来，感觉像那个咖啡厅的端咖啡的。没有啦，这比较像足球裁判。这嘛，他先掏给啦，掏给啦。现在要变成来，给他看一下，请看一下，一二三，要挑战这个啦。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这会不会太猛了？真的是，是理想混蛋的歌。对，理想混蛋，他们四个都是大三个医生。我是讲最近叫蛋拢有演，你知无？刀马蛋嘛，理想混蛋，理想混蛋。哦，还是你先滚蛋。大家都不缺，有押韵呢。大家都不缺蛋，但功力有这个造型呢。这是鸡丁吗？有一点张维忠 feel 啦。哎呦，正面的对吧？维忠 feel 啊，维忠 feel， 维忠 feel， 文青。因为他们的主唱就是也是这样文青路线。清姐唱完，我本地足紧张诶，我听唱完我继续轻松诶。压力减轻了不少。你现在是在讽刺我吗？对了，公姐刚刚讲的假的，对。张秀清人家在新加坡总理面前唱歌啊，哦，虽然当天唱到破音，但他有骄傲吗？他没有，没有，他也没有要讲啊。哎，不要讲这些事了，说更小。哇，然后那总理还帮他讲话，没有？总理说：哇，你好漂亮。是哪一位？是李光耀还是李显荣？不是啦，李显荣，没关系啊，但是只是破音，你可以叫他看一下这一集的。喂，哇，叫我大大，叫我大，你差吗？你叫我大大，大几大你叫我大背啊，很有 feel 啊，那一次是破音，这一次是破坏印象。我今天好好来表现一下，搞不好他就是一个转变契机哦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来欢迎翁立友。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不是。看见星星在想你，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，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，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？其实我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，左边牵着手，右手拉小狗，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。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再怎么说，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，也是我一样喜欢。不是我们以前吃到的翁立友，哎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，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。在脑海里复习，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？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，左边牵着手，右手拉小狗，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。其实我不是因为说牵着你走过大雨
那个 pose 有没有？哎呦，你看你往后看，你摆那个，人家就算改变，那没事还摆什么 pose？ 但是他当中啊，还是有那有一些露出马脚，就是一开始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他会他习惯，不是因为前天，这边一般酝酿。不是天气天了，这样就 OK 你因为他唱的都是有愧靠性，我们便秘啊，前面要先 stand by。你刚刚鼻子细节很多。我今天哈说实在话的，准备这个歌跟秀清姐我们两个真的是，我可以很坦白的说，真的三天呐，压力很大，三天睡觉哈，三天在睡觉前哈，包括在做梦都还在唱这个，都完全对，每天都好像回到我们刚出道那一种熟悉，对，不熟悉那一种刚出道的那一种很紧张，然后害怕、彷徨、惶恐的感觉。因为坦白讲，因为我们宪哥的这个节目收视率太好了，你如果唱得不好，真的马上哈，这个马上就会毁掉我们的人生，真的不会啦，真的毁掉。哪怕是出道42年，可能都那还有一个角度哦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？你看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有没有这个歌？对，歌最好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刚学，然后没有完全会的那个阶段。是新鲜的，深色，对不对？深色，然后腼腆，纯的爱，单纯。你看哦，现在我只要我，你看我到处去直播嘛，卖卡拉翁天雷有没有？然后大家一点歌通通屋顶，我就都要听这一首。屋顶，我听到前奏就吐了。你看音乐来了来了，我就吐了。哎，宪哥，难得你是先唱《金星瓦爪》讲台语的，哎，然后再唱国语还那么红的。哦不，对啊，我是不是唱夜晚你唱国语的？你是国语转台语啊？对哈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在讲说，国语的转闽南语可以走红，比较就是看你们会不会提到我。终于立友哥你讲出来了，没有人提到。然后最后才不愿意讲，隔了一个小时，隔了一个小时，不想讲了，最后才变成双声带。哦，对，然后沙弥沙弥那个也红得不得了。不是因为你的双声带都太红了，没办法啦。我就用这一首，太深了，这首歌的参考，这首歌加起来也11个字。哎，少你2个字，你那个是不是吧？对不对？17个字啊，那么多个字哦，17个字。哎，都五短必有一长嘛。希望呢，这一次的这个斜杠的这个歌唱人生，大家能够喜成功，成功。